上款的写法、下款的写法上次讲了，今天深入讨论一下上款。一点，上款写些什么？我们来看看一些实例，如吴昌硕这张作品，上款是大智翁子教。大智是收件人的号，即绍兴士人祖宗元。翁是尊称，子教是敬词。你不要以为吴昌硕称祖宗元为翁，这祖宗元年纪就比较大。其实祖宗元比吴昌硕小31岁，足足小了一倍。称大智翁是尊敬。祖宗元举人出身，两任知府，文学修养极好。上海博物馆常有一张清代梁同书作品，正文四行，另起一行抬头写上款连福老先生主书，空大约两个字距离写下款钱塘梁同书时年73。连福是收件人，老先生是尊称，其实年龄未必老。主书是敬词，说明因对方嘱咐而书的。又如这一幅也是梁同书写的，用了红纸，这是庆祝人家生日的作品。上款是建堂富台老先生40隆庆，40岁生日。富台为旧时对州县地方官的尊称，有如父母官。这位老先生多少岁呢？刚满40岁。老的意思，以礼是婚礼正玄注。老，群力是尊者。周礼地官正玄右注，老尊称也。所以富台老先生也就是尊敬的地方长官。40隆庆，这是贺词。你现在写一张字送给40岁的县长、市长，要小心点。如果他是读白话文出身的，叫他老先生，好心没好报。上款也可以加日期。举个例子，这是赵子谦的作品，是一组凭条中的一张。上款分为两行，同字己巳8月为萧仙司马尊兄竹书。分两行是因为写到接收人的字号时需要抬头。有时候作品后面的跋文、上款和下款会合在一起，如这张赵孟俯的作品就是如此。这是故宫的藏品，你看他写道：大德9年10月11日夜戒真馆为南古尊师书此章，弟子赵孟俯。南古就是道士鲁道兼，赵孟俯尊他为师。戒真馆在杭州，大德9年是1305年，那是赵孟俯52岁。
这一段包括了年份、书写地点、接受人以及书写者。再看这一组视频条，作者吴昌硕，上款是伯连仁兄大人主图世子，只是书贤万落，信方家教之。下款是丁酉暮春自出，昌硕吴俊卿。这个上款又分三小句，只是书贤万落为谦词，信方家教之为敬词。句子虽然长了一点，大致格式还是差不多。所以上款通常写些什么呢？主要就是接受者的字号、尊称、敬词，其他如年月、地点等，以及你想对接受者说的话，都可以放在上款中。第二点，四个位置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当一张作品写完之后，在它的尾部通常就会出现四个位置，或者说四个空位。这四个空位各有用处。第一个位置是正文最后一行余下的空位，通常用来写注释。有关注释，如果忘记了，可看四级课程第一、二课。书法作品上的注释怎样写，有双行有单行都讲过了。小标题经常利用这个位置。拿刚才赵子谦这张作品为例，正文两行，下面还有相当于正文两个字的空位，他用小字写史学篇，这是单行注，其实是正文的标题一再次。我以前讲过，正文如果是部分抄录的话，标题可以后置，这里当作一个注。第二位置，跋文位，正文字后有时候会写一点跋文，跋文通常低一两个字，写长点写短点都可以，当然不写跋文也可以，很多作品都没有跋文。跋文是一种说明，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，但有时候客户规定了纸张的大小，正文写完后还有不少空位，那就要写长点的跋文。这是上海博物馆所藏董其昌一个手卷，他临写英福经和护军碑，后面有一段跋文，低正文两字左右，然后写日期、地点和签名，正好把这张纸用完。从理论上说，文字内容是主要的，抄写一篇文字不应该被纸张大小所限制，但实际操作起来，一整张纸留下几行空位，或者你就裁掉，或者你就用来写跋文。以前的人尽惜字纸，有空白就尽量利用。再看吴昌硕《石鼓文四聘条》，折纸写格，
每拼三行，每行十二字，重复字不占一格。每张纸字的多少和大小都是限定的。开始是零第二股，签一篇。接下来第三股，连车篇。两篇写完还不够字数，于是继续第八股，马剑篇。这一篇能读出来的字很少，补十二字正好完成。最后这张正文写完以后，用行书小字补两行，第一行是跋文，第二行是上下款，前篇完成。整个作品都是精心选材计划好的，跋文和落款都是看着最后那行空位来写的，非常完满。创作一张书法作品的计划时间可能比实际书写时间还要长，书法家所付出的心血非外人所可知。三，上款位。最后一行的上半位置通常留给上款，这是因为上款要抬头，所以经常写在这里，但也有变动的情况，等一下我再介绍。如沈以沫先生这一张作品，最后一行上款康年先生雅竹集正，中线以下签名林墨，标准安排。这是清代康熙时的重要书法家沈铨作品。沈铨是松江人，深受同乡董其昌的影响。最后一行上款纪敏年翁，下款沈铨。注意他前面一行还有书位两个字，整句上款可说是从这两个字开始的，书位纪敏年翁。明清作品中常见这种写法，就这张作品而言，书位两个字可以补空，否则空位太大了。四，下款位。这个容易，上次讲过，最后一行中线以下是写下款用的。各位，在一个书法行家心中，这四个位置的用途是清清楚楚的。虽然说未必每张作品都会有注释跋文上款，但下款是一定有的。第三点，落款位置的调整。上述四个位置在具体运用中是很灵活的，实际操作起来有很多变化。一，假如写完正文后只剩半行空位，甚至半行都不到，也就是刚才所说的 A 位置，那怎么用？如果只写下款，那很容易。看这张明朝倪元禄作品，正文字后只剩下三分之一空位，他就简单的签了一个名，穷款。签名和正文距离一个字左右。如果最后一行空位很长，那就可以把上款移过来。如董其昌这一章，第四行正文只有一个字，
下面都是空位。男孩的想法把这空位填补一下。他先写郑李思农，这是上款，和郑文空一个字，然后再空一个字，签名齐昌，下部两个音，这样上下款都有了，而且很好的利用了空位。如果空位很长，而且没有上款，那就只好用一个长长的下款来填空。这是清代篆刻家徐三庚隶书作品。第三行正文只有两个字，所以他常提秀海徐三庚摹张君碑一种于五经楼。秀海是他的号，秀就是衣袖的袖。很明显，作者是希望填补最后一行这个大空白。正文下面的空位还可以用双行加注的形式，字体是正文的一半大小，那字数就增加了一倍。利用双行加注，一行写上款，一行写下款，如吴创硕这作品三行，正文两行半，只剩半行空位，用小字双行加注写，离正文空一个字距离，上款后夫先生，下款鬼市六月吴俊。地方小，不要啰啰嗦嗦，简洁为要。上款还是要高过下款，以表尊敬。如果没有上款，双行加注只写下款的话，那就可以讲多点内容。邓世如这作品下的双行加注这样写，第一行嘉庆岁次乙丑天中节，天中节就是端午节，午时为一天之中。第二行完白三人邓世如书，完白三人是邓世如的号。张大千的老师吕瑞卿，民国后号清道人，这是他临写龙门牛角造像。正文下有大半行空位，他要写三样东西，一是跋文牛角造像于龙门中最为正当，起首第一个字离正文一格，二是上款举拳仁兄法家正之，抬头高过跋文，三是下款清道人，下款如果和上款空一个字，眉目更加清楚。二，整行空位，正文写完，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，后面留有整整一行都是空位，这种情况比较容易处理。如郑板桥这一幅，六行，正文五行，上下款都在最后第六行，上下款有一行的空间，不像双行加注那样急迫。这里要讲一下，七律诗是八句，每句七个字，共五十六字，每行两句是十四字，七律只需要四行。如果每行稍有长短伸缩，写到第五行就够了。第五行下面会有一些空位，
这是常用的格式。皇家下笔前已经心中有数了。如果没有上款，上款位置可以让给标题用。你看这张清代一秉寿的作品，正文一首五律，没有上款，他利用这空位写标题《蔷薇花》，然后中线一下签名一秉寿。不要忘记，除了最后空白的那一行之外，正文以下如果留下半行空位，那也是可以利用的，可以用来写注释或者标题。如吴昌硕这一幅，正文下空一格写阳羡道中，这是诗题。最后第六行写上下款，这跟郑板桥那张安排完全相同，只是郑板桥字句比较疏，吴昌硕比较紧，所以郑板桥第五行下面余下的空位不多，而吴昌硕则超过半行。郑板桥写的这首七律是王维的作品，因为第五行下面的空位不够，郑板桥没有注明，而吴昌硕写了诗题。这两个人用纸的格式和安排是一样的，书法跟下围棋一样，有一些基本的定式。三，多行空位。如果正文后有多行空位，未必是好事。A、B、C、D 位全有，意味着你要写点拔文才算完成。而现在的人抄一首诗，临写一本字帖还可以，要他写点古雅的拔文，立即成了大问题。那这张来说，正文是林志勇签字文，有样板可依照，但写拔文没有一个样板，这可不是临时抱佛脚可以写得出的。如果你实在不行，你把后面的两行裁掉算了，简单点。这是明代吴宽作品，你可以看到正文后有两行空位，吴宽加了短跋，然后是上款和下款。整篇看长短安排参差有序，不愧是状元手笔。如果是长跋就不大容易了。吴昌硕这张作品后面的跋文很长，这样长的跋文当然要仔细考虑过。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吴昌硕的一些草稿，涂涂改改，老一辈艺术家创作的态度是非常认真的，有了草稿然后再写正式作品。